是没办法，因为有常常宣导，我们客人跟他讲，你不要乱停了，他人大家都是顾自己爽而已。像我的话，我店家的门口我没办法停车把菜拿进来，那我车是哦，你说我这样就是旁边有摩托车，我这样叫并排啊，你说这样说合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临时停车，请于人行道、行人穿越道、故意变向方向等，